打击，妙两个打击。哎，不会打那么久吧？ 不要打那么久了。 打伤。看起来我们要走刀刃。 当真。 数学不好，不大能玩这个游戏。 孙子兵法，为什么那个能量在那么外面？<笑>
哇，金刚鼠对我们这一副好像有很严重的影响。好像应该升级这个，或是升级的，哦，那已经升级了。量也变少，感觉。哦，可以，那是一定要，这时候是一定要攻击的。克那一瓶了，哦，看起来沾点伤害还行。那人就应该克那一瓶。会多回一次血吧。忘记会怎么样了。是一个比较蓄伤害的打法。Fuck me!差异了，哎，现在还有办法打黏液也是挺不科学的。好渣哦，老天爷啊。哇，小刀还在哦。Oh my god。Thank you.
像还行。OK。哦，生姜。OK。没有后期商店啊，那我们走这边。变化一张牌，跟你在遇商进商店前遇到小偷。我其实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打穿这个，看起来是可以，看起来这表可能还不错。考虑买炸鸡。我们有拿到蛋吗？有要技能牌吗？啊！算了，好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算
全部都攻击派吗？但肾上腺素也太强了吧，简直没有道理啊！到底要怎么？我这种build也未免太怕他了吧？不想这太多伤害。我那已经升级了，其实我有点想升级综合。哇，好，来升级综合好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刚不直接赢哦。OK，还要更多吗？我想要别的东西哎，我想要别的东西。要休息吗？休息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打一个头目那个憨仔。忍术卷轴，哇哦，小刀小刀超多。Fuck 对啊，抽一张。
北极没有冰淇淋啊。那应该给他自残一下。七张牌，我感觉这还是原先这个网的设计模式之类的。赞赞呢！哦，这应该可以直接过了吧？大成功欸，红拔，这样我们可能可以再挑战一个。可以再打一个，应该吧。Okay.
啊，这样代表是不是代表其实有更好的打法？那好像直接赢了，如果没算错的话。本能反应。你干嘛选这张牌啊？不懂欸，就直接抽一张牌不是很好吗？还是会触发同靶，可能才三点伤害而已。零费，其实我们的确有点费用的问题。两张无限刀刃固有会不会比较好？将会。应该用这个虚弱的，痛啊！哎，你，对啊，他已经虚弱很多了。怎么他竟然没有叫小兵，让我有点不开心。应该是会叫小兵才对啊。我还要叫小兵。应该可以省这一瓶哦。
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用土啊？看这音乐怎么不大一样？哎，这边有个商店，所以我们就走这边吧。不要太贪吗？这第几层啊？这最后一层了吗？最后一层。其实感觉还蛮难处理的，就是这个爆炸海门。为什么他没有爆炸？所以他打五，我们剩九，是不是？可以再打一下，欸，不对，还可以继续打，还可以再打，多打一下。有点麻烦。我们可能可以省这个啊，不过要拖，这样就比较拖一点。对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感恩哦，
现在已经有灯笼了，所以其实我觉得，我为什么现在我现在开场有，哦，因为还有这个，所以五颗我觉得很够了，那应该比较需要一点。等在我们是不是有还有诅咒？还有诅咒。31块可以买得起一些打折的。哇！我刚刚在干嘛？为什么不买药水呢？其实有，如果有办法拿力量的话，会更好啊。忍者，OK， 我刚解一个忍者的成就。其实还好吧。武装旋风，这两个已经开始都会有，我这应该是土，我准备妥当，货币杯工具。哦，我们也不能买药水哦。所以我们也没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走这边了。可以来这边闯荡。这被瓶装旋风了吗？欸，我忘记了No， 还有虚弱吗？不过这样子还是会有那个毒哦。其实也没什么用。24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好蛮多的。
该不用休息啊，应该不用休息。锻造一波。就是这个了。小刀很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现在小刀很痛。肾上腺素也太强了吧，一点道理都没有。这会让我回一点盾，精准。哦，还没有，小刀还没有变痛。那小刀就要变痛啦。那我可以做三次攻击，这个其实应该要死了。打击现在打的反而比较不痛，超憨。还可以再弹吗？为什么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？OK。Oh my god！ 就先把小只解决掉。但是有吗？好难哦。哦，我们还没有，我们有这个啊？为什么他没有？哦，要直接打到本体，我想起来了。这样好像不能同时存在。好像不理他就好了。
他死了。我要过了吗？太感动了 ！Oh my god！好像几乎没有不就是不能这样起手的场次。而且拿超多甲，超憨。42点盾，斩小。这家伙好像，这怎么记得这家伙还蛮难缠的？不用防御。为什么只有武功？有点怪怪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特别 nerf 过他吗？我们可能应该先升上剑术，因为有可能会再拿到另外一个那个增加小刀攻击的。Easy game, easy life 。王是谁？甜甜圈呢？我现在排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后面一堆妖魔鬼怪，真的还要更多斗篷跟匕首吗？好啊，应该会直接变成加吧，对吧？应该会直接加起来。有可能要直接升这个，我要确定啊。然后我觉得现在血量可能还行。好像应该先打后面那只。
染了吗？呵呵 No? 风和 Oh my god 是不是要死人了？中和没中和高，32，谁？等下，我小刀打多少啊？15哦，小。没有，我不用防御。哎，我小刀现在打15哦，OK， 我用盾接28，OK。终于过了，那好像有点浮夸、啊。俺是忍者，绿宝石，宝餐，勇士，搜身。我、哦、现在每个搜身会增加5%分数，还是原先就会？还有拥有4张相同牌。好多好多钱，就我总共赚的金币是不是？老鼠 ，OK OK， 其实有那个加速比较容易高速啊，不然其实原先还蛮难高速的。有哪4张相同牌啊？皮手与斗篷与皮手吗？啊，是为什么是按照那个啊？对、啊，我们有4张斗篷与匕首加，OK， 好瞎哦我大概连续玩了11场左右吧，革命第十一次终于成功，一堆到后面一堆那个小刀流，我死你！然后最后打15配上那个毒还蛮有效，我觉得做蛮多正确的决定啊，就比如说升级那些能力，然后就是把那个就打没有被隔挡的伤害会直接给他一层毒，那个也升级把费用降下来，其实也蛮关键的，做蛮多正确的决定。OK OK， 好啦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，那我们就之后再见啦，拜拜。赞呢、啊。